庄周是一名拥有主动解除敌方控制技能的辅助型坦克英雄，三技能的团队增益效果显著，被动技能自然抑制。庄周每隔一段时间会自动解除身上所有控制效果，提高自身伤害减免和移动速度。一技能化蝶，庄周主动触发自然抑制解除控制效果，并幻化出蝴蝶飞向指定方向，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和减速效果。二技能蝴蝶效应，庄周攻击身边敌人造成法术伤害，且一段时间内增加范围内友军移动速度。短时间内二技能如果连续命中敌人会增加伤害，叠加移动速度加成，该效果存在上限。同时每隔一段时间庄周会自动释放一次蝴蝶效应，建议主加。三技能天人合一，庄周解除范围内所有友军的控制效果，使他们免受控制并提高伤害减免效果一段时间。庄周连招技巧为一、二、三。一技能减速敌人后靠近敌人，二技能打出伤害并提高移动速度，技能 CD 一好就用，黏住敌人进行持续输出。三技能根据团队情况可先手或者后手解除控制及提供减免伤害效果。庄周作为辅助型坦克，团战中承受伤害的同时及时解除友军的控制效果来保护队友，在敌方控制技能较多时收益极高，掌握二技能的自动释放的时机，能打出可观伤害。